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两下小弟。小弟今天又来分享生活了。现在呢，上午已经10点半了。爸爸，我们呢刚吃完饭。爸爸现在去上面玩了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现在我一个人在家，我呢现在准备又去挖地了。那边那个猪圈下面那个地也挖来猪菜的，那个地也现在还没挖。我呢，今天呢，把这两个地都挖了，看这个地呢，昨晚还没挖完，马上就挖完了。这个地只有这一点了，这两个地都挖完的时候呢，一会儿中午呢，把这个菜地都围起来就可以了。看今天天气还是昨天一样的，热也不热，冷也不冷。很凉快，这样的天气干活，马上就挖完了。哎呀，我爸爸又喝醉了，我们现在去接他。妈呀，这真的是刚刚跑到上面邻居家喝酒了。现在他一个人在上面，快到那里了。每天都跑到别人家喝醉，家里没酒的时候，他自己跑到别人家喝酒。爸爸说，在姑姑家喝酒的，不知道在那里干嘛，每天都跑到那里去，看已经喝的这个样子了，还倒了一斤酒，放在这里吧，快睡觉吧。看鞋子这么大，穿44码。大点黑。这个地呢，现在终于挖完了。你嫂子呢，被这个玉米皮，这些玉米皮呢，都我已经送给她了，她现在过来背。我嫂子说这个地应该够了，那边那个猪圈下面那个地就她说不要挖了。爸爸，我们两个人嘛，住，他说住这么多的菜干嘛？吃不完什么什么的。我还是住这个地吧，那边那个，就是下面那个地不挖了，应该我觉得也这个就够了，看已经挖了这么大一个了。嫂子呢，在这里背这些，玉米皮，我家的玉米皮呢，到我已经给他了。他现在过来背，我呢现在准备开始煮菜了，煮完菜再把这个地围起来吧。哇，太厉害了，还能背5个。哇，我嫂子能背得了这么多的玉米皮，看真的太厉害了。我呢，现在准备开始煮菜了。这么多呀，看，这些菜我吃都没吃过。哇，我呢现在准备开始煮菜了。这些菜呢都煮这里，看这个地方呢，做一条路。这比这些呢来煮菜，
这样就以后加水的时候就方便了。现在准备开始煮菜了。不太记得了，是不是？不太记得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工作？办事。看这边呢，煮这些菜，这些菜呢，过年的时候吃，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。这些菜，还有这个地方呢，煮这些菜，看我放在那里的这些菜呢，都放在这里煮。哎，我嫂子今天来帮我煮菜了。这些菜可以做蔬菜，做蔬菜特别特别好吃。这些菜，哎呀，好累呀！哇，看，花了这么多了。嫂子呢，在这里找这些菜看。哇呀，挖地好累呀，马上就挖完了。终于挖完了，现在准备开始煮菜了。看这么大一个，都来煮这些菜。以后没有送菜的时候。这些还可以做那些酸菜嘛？下面这些全部都拿掉，哎。看，现在开始煮了。嫂子说，现在这样不可以加那些猪食猪料，以后她自己炸出来才可以加那些猪食猪料。我呢，一会儿下午呢打点水加这里。她说现在只可以加那些水。哎呀，看煮完了，嫂子帮我煮这些菜真的特别特别的快，看这么快就煮了这么大一个了，看，还有这个地呢来煮这些菜，看，还有这么大一个还没煮菜。马上就做完了，哎呀，只有这一点了，看。
哎呀，终于住完了，好累呀、啊！今天嫂子帮我煮这些菜，真的特别特别的快。我一个人种的话，现在应该都还没煮完。哎呀，我呢现在准备去下面，下面有一个人今天去世了。现在已经下午三点多了，我呢现在准备开始喂猪了。喂猪完赶紧去下面才行了。他哥和侄子他们已经在下面等我了。菜地里面那些菜呢，明天再过来加水吧。我呢现在赶紧去下面才行了。我们彝族的习俗呢，一家人必须去一个才行，不去不行。哎呀，真的好麻烦呀！我现在开始喂猪了。我们的视频呢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谢谢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的支持，拜拜。